Hello.晚安呢？哎呦，晚安呢？哎呦，今天又是过敏的一天，然后还是刘海一直岔开的一天，什么意思？哎呦，今天的刘海是这样。Hello， 晚安。停下来，停不下来，一直打喷嚏。OK， 播音乐。秀给你看，我才不要嘞！握手会过敏是这样。鼻子吐死，笑现在想我是怎样？可以不用，谢谢。什么东西啦，大姐？尽管哈球不是握手会过敏，不是一件很好的事，好吗？谢谢天佑的猫铃铛。Hello， 黑流星。被喷是奖励，有事吗？谢谢黑流星的浪漫会员票。Hello， 柠檬。Hello， 托莫。今天用这个吗？Hello， 笑笑。充满着，我的天哪！你们这两天都做什么了呀？我这两天在干嘛？练舞，耍废哈。想我最好是突然又来的甜言蜜语是什么意思？Hello， 大家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张雨林。那就算了。Hello， 阿翔。这个是
幻影战士吗？谢柠檬的闪光星星，除了等我直播，望着列车出现雨林，太久都没有出去玩。不是果果叫我叫黑流星。啊，什么意思？不是果果叫我黑流星，什么意思？你不就是幻影战士吗？有礼拜天的坏消息，那天预计会好。礼拜天要做什么 ？Hello， 方如。那我知道怎么做吧，因为你应该不会打直线。祝你情人节快乐，元宵哥哥。忘记看了，没关系，情人节快乐，元宵节快乐。有没有吃汤圆？对，我们两盒汤圆还在冰箱里。真的，我没有吃汤圆。我们不是一个特别会。特定要去过节日的没有，怎么这么多人没吃汤圆？我们下次一起补吃。嗯，大家都没吃是不是？我要看我的字不顺眼，把遮掉。我的汤圆是什么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挤一颗给你。看我折纸，哎，完全没有点到。哦，好神奇哦，折掉了。太棒了。嗨，秀贤，欠友的廉价汤圆，我考虑一下开一家店这样。B B 在后面 ，B B， 他做坏事，他干嘛？他想去养那个蓝色的孔雀。张 B B， 谢谢樱桃猫的猫铃铛。让妈妈给你吃东西的，来，脸蛋汤圆，脸蛋汤圆会大卖，大红。抱歉迟到，没事。汤圆几个，我们这样脸比较不圆也不错，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吃脸颊，我怎么想到僵尸校园？吃起来，吓死人！谢谢孝贤的花爱心，很符合今天这个。还没时间看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很不错。之后抽时间就是可以来看《鬼灭》了，对吧？昨天好像林婷婷看到我，我也不知道前面我们在讲什么，然后她突然讲说：“我最近在看《鬼灭》，真的很好看。”这样。你的字怎么又不见？我刚遮掉了。
完美。这特效好看，我也觉得，只是今天穿的有点不搭，但没关系，不影响发挥。这是什么花？樱花吗？扎库拉特效吗？哦，终于出来了！方如要来报名了吗？那是没人吃。谢谢向贤的猫铃铛，我不喜欢那颗痣，我脸上太多痣了。上次在这里有发现一颗，其实没关系，可是这小小的，在这里，我脸颊上竟然有一颗，夸张，有可能哦，哦，期待见到你哦。考虑加入，这个是国信宇的衣服。请问要注意什么？注意年龄，还有性别。人有痣，有我痣很多。年龄超过，Hello 坤坤，好多雨林粉丝要加入，雨林真受女生欢迎。哈，你说贤子吗？诗雅传承的痣怎么会？哪有诗雅传承痣？应该要长在这好不好？但我这里没有痣，我不是三胞胎。谢谢笑贤的带你去流浪，好好笑。谢谢夜空 sky 的小树苗，已经超过九年不符合资格。欢迎大家勇敢尝试。真雪已经离我好久了，你比诗雅小一岁，应该够格。要不要看一下那个报名限制？不是说改成什么12到20吗？是吗？客运司机比较快，你去应征那个楼下警卫比较快。啊，去应征那个开保姆车的，不错不错。12到20，对啊，降蛮多的年龄。我说最高上限，我的包裹不会寄到公司哦，我根本就没有我自己的包裹，好不好？可能姐姐会在你的眼光来看。告白机，好言扫地的吗？最近应该要8岁啊，8岁个头啊！不要浪费时间了。粉丝寄的，粉丝寄的包裹，那你要应征 staff 姐姐，这样你会红，不错。是这样子的吗 ？BB 在这里 ，BB 呀 ，BB，BB，BB， 嗨！8岁就气推你们，然后去推他，物理推吗？应征 staff 姐姐，结果还是要去泰国，免不了这个手术。
忧郁了吗？没有，他在捣蛋。对，他不理我，很正常。你不要踩我的 iPad！ 在这里。呀！有个暴力。好可怕哦，大姐。自己心里边有事吗？对，抢走了，暴力狗。嗯嗯，手手，好的，设粉丝团对不对？设好了，哦，谢谢孝贤的红包，耶！谢谢孝贤，你不是我的粉丝，不是啊，那为什么？他还是咬了。八岁那么可爱，都牛奶味，哪有啊？八岁是牛奶味吗？陈思雅都25岁了，是吗？25岁了吗？26了，他还是牛奶味啊？跟那个年龄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披萨应援题，我怎么知道他就写披萨？他要二期了。我那都捍卫啊，我很香，好不好？我的洗发精超香的。想闻吗？闻不到，笑你哈。删掉的牛奶味有点不太妙哦。哎呦喂呀、啊！魏倩兮嘛，被优格味，这台有点怪怪的，是没错。来看看我们的主播在做什么。我们的主播，主播啊，主播，看看你，主播，主播你在做什么？主播，主播你在咬我的发圈。走，那把他发圈抢走。那不行。发圈好吃吗 ，baby？ 你的粉丝问你，发圈好吃吗？baby。
不是臭袜子，是发圈呐、啊。BB 呀、啊，还要抱着，他还要抱着睡觉。你看他压在他的嘴巴底下，还要抱着睡觉。大健康的近视，好好笑。干嘛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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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舒服吗？灵魂提取机。跟你说谢谢谢谢修哲的质朴的守护灵。你要说啊，自己说啊，现在是你的开播时间。哈，看镜头啦，你在看哪里？灵魂提取机。呦，舒服吗？舒服的脸，舒服吗？嗯，哦，舒服，是不是舒服？怎样呢你 ？Hello， 草莓酱，谢谢点的花爱心 ，baby， 你要说谢谢，谢谢，盖住，打开，盖住。打开，盖住，打开。吼！怎么了？嗯？臭宝宝，臭宝宝，没要跟你抢了。可是不拍你，我来看我乱掉的头发。我玩你眼睛。是这样吗？才不是嘞！谢谢点续费粉丝团。谢谢孝贤的新春灯笼。baby 不要叫。直播时间已经结束，怎么还想继续看吗？那我就拍他。还是之后就一个礼拜两次直播嘛，啊，我一次他一次这样，有这样子的，怎么样 ，BB？ 你要自己赚自己的罐罐费，两次都表弟哦，哦，好啊，很好，我喜欢，会有这样的吗？你也想要两次都是 BB 对不对？我知道啦。嗯，为什么没在抽？不会这个线也要坏了吧？真的？我不知道，他没在抽。哦，有了。
对的。谢谢戴戴的要你好看。BB 的话没有火箭了，火箭送我啊。啊 BB 不用。好酷的礼物。对啊，但他要自己去蹲那个位置。吵什么，变成单身狗聚集地是这样。两次比比就没了哦。Hello 原子弹你好。我眼睛要自动闭起来了。需要下载忘形的翻译软体，可以。我记得我之前有下载过哎，然后完全没有用。晚餐吃炒米粉。不会乱翻译吗？就是他翻的，我印象中是就是有点乱翻这样子。就可以偷亲我，什么都行。What？ 你本来就跟我姓不是吗？现在来看看有没有狗狗翻译机，我们来玩玩看。四颗星耶，来玩玩看。当比比是在说为什么上庭没有来。玩玩看，今天的主题就是来听比比说话。不要去抓回浪费容量的 APP 好了。翻译成好长，这是乱翻的意思，笑死。没关系，就玩玩看吧。他的第一个刚下载完跳出的第一个提示就是温馨提示，不要太认真，此软体仅供娱乐，如果你的宠物没听懂，我也不会负责的哟。我明白了。哦，他是说我说话然后翻译给他听，所以也不是狗狗要来讲讲看。来，我们要跟 Bibi 说什么？开放留言。当你的秘书帮你翻译，翻译什么？翻译
艺人画的给狗狗听，对，是这样子。好 ，B B， 我爱你。Baby， 我爱你。就这样，他听成 Baby。Baby， 我爱你。什么啦？真的有人忘了？还爱他嘞，他在咬我的服饰嘞。他刚刚已经在洗脸嘞，我叫做。啊。真的有狗叫了，他咬我的。戴口罩了。他就是一只欠揍的狗。他真的有哎，等一下哦。这是什么荒唐的？比比听啊！他没有要理我的意思啊！你这只欠揍的狗狗！狗狗的那个眼中，我讲话是这样吗？还广告，还要广告？我觉得他在侮辱我的智商。反正不要咬了嘛，但他现在没在咬。来，快点开放你们跟 BB 讲话，帮你们翻译。Hello， 大家在干嘛？啥意？你喜欢我吗？你喜欢我吗？真的别闹了！我早跟你讲了，不听。这是怎么样？一群狗，我讲话变成一群狗。菜市场，无动于衷啊。BB 要吃罐罐吗？觉得是 Cookie 吗？嗨，这是饿哈的声音吧？还是小柴的声音？二哈，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。它还有其他的功能，我们来玩玩看。杀猪现场。投来傻眼的眼神，这个好像，这个是这个好像，他在找哎。狗狗，
喜欢自己，是不是？在吃吗？我的同胞呢？比比傻眼。我还是最喜欢这个。本日 MVP， 快点 ，Baby， 你要学会唱这首歌。你去上节目，学会了吗？快点，已经听三次了，你要学会了。好啦，乖啦，不要吵，好，好不好？快点念 ，run r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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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n， 我都会唱了，你也要会啊！快点 ，run r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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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n， 啊，别舔。觉得不理他了，继续，好好笑哦！不要为难，笑死！好了，我们可以把这个 MV 删掉，来删掉。哎呦，猫咪的，来。猫咪不用它，我也会跟猫咪对话，猫咪也会回应。我们家附近的猫咪都会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，听到猫的叫声就不开心。猫咪比较不用，可以戴口罩了，张 baby。太讨厌，对。可是他在现实生活遇到猫咪，他会想要去找人家玩。防疫戴口罩，不是这种口罩，他的口罩完全没有防护的作用。哦，你在看镜头啊 ，baby 啊，
猫咪不爽谁？这么厉害，原来 Sparky 是猫咪化身的，是不是？没翻译他们说的吗？没有。BB 呀、啊，唱哪些歌曲？什么意思？哦，你用 APP。我来看一下，还有什么？好像有哎、欸，这个。那他一人一室就不需要戴口罩，来跟你住吗？请问你在这里干嘛？他盖被子，是猫咪拿枕头丢的。啊，你在这里干嘛，张冰冰？冰冰呀。跑掉！你不要坐在我的枕头上面呐！BB， 好可爱。BB， 你是那个吗？皇宫里面的狗，皇宫里面的狗不是都坐在枕头上面？是吗？你太长了嘞，哈！人家没办法这样抱你。阿比，你在干嘛？要给我一点回应啊！趴下了，是这样子的哦。嗯，摸摸。短腿而已，他头很大，是不是？你在看到他第一个，哎、欸，他头好大啊！弟弟有没有很想回？你头太大。我从小都说头又大，是真的。我们家的，爱穿裤子还是裙子？嗯，都还行。弟弟。然后看一下玉林，关我什么事？姨婆那台，姨婆那台，你知道我姨婆的车长什么样子？为什么你知道？方向盘吗？对。夸张，是说我们家，又不是说姨婆家。跑个掉干嘛？干嘛跑掉？不要跑掉嘛！在这里。什么狗不然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刘海要岔开的，头又大，很闹哎、欸，
们待会五十五分来念吧，好了。你很废哎、欸。谁叫我今天过敏？麻烦呢、欸。你傻。其实我不知道车子是怎么样，看开起来有差吗？我觉得我挑车的话，我要挑车的话，我会看它的就是前面长什么样子，因为你知道车子会有表情吗？就是每一台车很像一个脸，然后我就看过那个车子前面长得很丑的那种，所以我应该会看它的外形。谁的外形改变最大？我先不回答，你先说你觉得是谁。还要把问题丢给别人。常很常过敏，有我有药，但是它好像渐渐的没有用了。痛词，要有屁股很丑的，对，看头大不大吗？想骑哪种颜色的机车？黑色，帅气。谢谢樱桃猫的音效卡。车子，我之前坐计程车有坐过特斯拉的。车子，我们来找找看。天哪，这个好丑！这个好像那个之前那种，就是去那种，比如说家乐。就是大卖场会给小孩推的那种小小的车。臭狗狗的什么意思？很像哎、欸哦、这个好可爱哦、喔、这个好可爱，我喜欢这个车，敞篷哎、欸、有多可爱，就是哪里的车？特斯拉坐起来有什么感受？司机不用看轮胎吗？是这样子吗？没有什么感受，就只是哦，它是特斯拉呀，好酷哦，就这样，没有别的。我扫，能挂牌上路吗？我跟过去改变最大吗？你确定吗？我觉得我没有变很多哎、欸。这是什么苹果车哎、欸？它看得到外面吗？你看这是什么滑鼠？这很像那个蝙蝠侠会有的车。这个车真的很可爱。这是滑鼠。这是车，再过来一点。是车啊，过来这边。我扫，品牌有点反差。我喜欢 Mini Cooper。过来，我扫。GTA 里有蝙蝠车 ，GTA 是不是那个可以跑那个？特殊，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一个赛车游戏，然后可以跑很多轨道吗？乱跑是什么？可以抢银行？中间笑死。你们会想开跑车吗？我觉得跑车看起来就很难开啊。过来。嗯，
开那个天竺鼠车车，那个游戏可以打哈，在游戏犯罪是不是？黑帮游戏，想开跑车、哦，可是跑车啊，想开。游戏里犯罪，考过机车驾照没有？还没有机车驾照。什么车？好吧，我还是喜欢迷你。看来看去还是喜欢，我喜欢那种经典的，就像机车我也喜欢，它叫什么挡车一样，它的是绿色的，不要。暑假考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还没有安排。脱稿玩家哦，我看过，是吗？好像看过吧，应该吧。挡车不经典呢。没有，就是那种看起来复古复古的，是吗？还是我讲错车？有啊，复古复古车，金龟车也不错，蛮可爱的。看过《侏罗纪世界》吗？看过。打挡外加。案发的话，哈？哈雷吗？不是这么一回事，不是。天竺鼠车车也不错，嗯，也不错。很丑，笑死！启动钮坏掉。你晚餐吃麦当当？想吃。吃重型。想。中间那个表情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。你头贴也是老车。看一下。是什么？哦，叫吴博一什么？你说我同学吗？直线旧车，骑哈雷很过瘾。你骑过？好玩吗？我还没骑过重机，还没坐过重机。表哥家之前坏坏的，哦，那你现在是开什么车？上庭哎，上庭你太晚来了，你的 BB 已经下去睡觉了。对啦，尾视牌，我喜欢尾视牌。踩到什么？哎呦！哈喽，建成，花300,000大改，哇，可以改造我吗？花300,000大改，可以改造我吗？谢谢。米酒，鼻子好痒哦！又不是你破，
改造什么？没事，我开玩笑的。更有女生味。废话，我那时候也才几岁。怎么了？惊叹号，张 BB。大脸蛋嘛，赶紧去抽脂这样。别闹了，没有三十万我会留起来好好的生活。是不是有狗想你？有啊，所以说你改变最大，你的改变是怎么样？感觉上的改变，外形上的改变。我哪有改变最大、啊？我觉得我没有差很多、欸、我应该有我之前的照片。哎，找台颜没有吗？再找找看我之前的照片，哪有差很多？哦，虾皮购物。你要买？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之前的宣传，我之前的位置这么好。开业实习写着，对啊，自己搜寻自己感觉很奇妙。对，我不常做这种事情，但我做过。哎，卡兹的时候，好土哦。之前有没有看过？看过，看过。好黑哦，对啊，好土。这个是我的黑历史。真的黑历史，至少也是蛮，才在安安全全成长，这浪漫的经典，吓死人了，小七零。要怎么找张雨玲啊？好好笑，哪有人这样子自己找自己啊？请问为什么要把婆婆的丝带绑在头上？为什么？那时候不是那个谁吗？那个夏子弟美英他们那首歌。七零一来了，七零一在这里，七零一，好好笑哦！我还记得那时候这个影片是要在全校面前放出来，然后还好我那天有活动没办法去。Hello， 欢迎真实。哎，矮了一点吗？天哪，这个刘海
701那一张其实是五年级、六年级拍的。天哪，这个刘海真的是吓死人了！天哪，那是造型师吗？不是，那是哎，它、欸、有特效哎、欸，这是那个你去那个婆婆剪头发那里帮我给我剪的刘海，在前一天给我剪的。可是你们拍那时候是有造型师？哪有？是你是萍姐用的吗？那时候声音比较可爱，那时候声音是假的吧？这里讲自己是假的，是假。所以我现在上什么照片？上，看一下。还是你装出来，我也不知道，忘记了。就是那时候会有职业声音，哈哈，偏可爱。这哪是我？什么？不是啊。那他为什么出现在这？人家不能叫张雨林了，他写 AKB48TeamTP 张雨林了，这名。现在都怎样嘛？哎，一起吃鸡。哦，这个底下全部都是好土的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它什么？它是一个系列的。这就是我某一次情人节发的。哎呦，就当时好年轻啊。第二章就哦哟，不要再打喷嚏了。你说这个、嗯、还是什么？哦，右下这个抱狗的这个，我怎么会抱着狗啊？会吃吗？还是很年轻，看一下，这张很棒 ，My God， 有声音耶！我的天，比你小都年轻啊、哦！我以前眼睛怎么那么肿啊？刚刚是腿，瞬间会吃感觉。Oh my god！ 这是我 baby， 好闹！天哪！
真的是黑历史。哇塞！现在都不萝莉了，傻眼。真的很肿耶，这个时候。现在是长大了，现在好看吗？超汉迷中女了，真的。最近的照片做成影片，你接受吗？接受啊。容易被拒绝往来。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那单就会被整只拐走，夸张。我也想要看米中女的握手会吗？期待你的女儿来。直接这样子。妈咪，我想吃番茄。亲爱的同学，找以前照片给你。哎，你想好黑这种？会，真的会。上次冬令营的时候，我去帮忙，然后有一个学姐，她就说，她看到我，她就很开心，她说：“哎，是那个 I want you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？”突然，然后她说，冬令营的前一天才跟另外一个学长，然后他们一起把我的，因为他们想要去那个咖啡厅拍照，然后就刚好翻到我跟我同学去咖啡厅的照片，然后就顺便把我的所有的照片全部看了一遍。啊，是那个 I want you， 然后他就跟那个一起看的那个学长视讯，说：“你看，是我们昨天看那个 I want you。”好尴尬，社死现场。代码叫 I want you， 还有那个 AK47 这样。对，因为他们通常干嘛？上庭上庭。他们通常都是知道《I Want You》这首歌这样。Baby， 你说嗨，跟你的粉丝说嗨。被戴口罩了吧？哈哈哈。然后结果上庭又不见了。在这里，在这里。AK 四七比较好笑啊！贝贝说嗨，贝贝赶快用眼神跟上庭求救，说 hello 呀，说 hello， 那好可怜，他刚吵死了。也是 I want you 对吧？大家通常都就是第一首会知道的都是 I want you。 为什么黑黑？哦啊，你不要踩我，你家猫也好吵，我跟你交换。上天啊上天，会唱歌会跳起来，我也想看
你为什么会跳给我看？圣殿很可爱啊！是这样吗？为什么我不会看到？啊，恋爱幸运饼干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同学好像没有什么人知道这首歌。有点凶的。现任是哪个成员？忘记了。饼干很好跳，很简单。探吉很爱谁？还没看过他本人。一起跳哦！你干嘛呀？你想吃番茄啊？比比超爱吃蓝莓的。跟家人有很熟吗？好像还好。他们对探吉的心得，猫咪的话，我爱 Tiger 好可爱。探吉大便很臭， Tiger 大便也很臭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为什么要回味台言？有特别高兴吗？你不是问过了吗？等我喂你吗？我没要给你吃的意思。哦，我们现在要来干嘛呢？看我吃番茄。你们喜欢吃？这跳给我看，好啊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喜欢，会停不下来。对啊，给我打分数，好想吃哦，吃起来。为什么？番茄好吃哎。不要大番茄的，不喜欢大番茄。我是也不会大番茄直接这样吃，但是我喜欢那个番茄炒蛋。他要吗？你要吗？你要吃吗？你要吃番茄吗？咬一半给你好不好？你把口罩拿掉。
你能吃吗？可以吧？他可以吃。等一下。好。好吃吗？嗯。好吃吗？喜欢小番茄、哦。咬一半的这个吗？吐出来给你。好吃吗？怎么有这么奇怪的狗？很喜欢吃水果。我要先把里面的汁吸掉，不然感觉会喷汁。一千收，好赚哦！我的天哪，这一篮全部卖掉，可以。最高价买个小雪，笑死了！怎么今天少了两个人？嗨，小明。怎么样 ，Spark 要开始做起这门生意了吗？为什么连水果都要跟我抢？这么喜欢呢、哦？还要、哦？还要吗？还要就握手。还要吗？不要了。还要吗？还要就握手。哦，还要。好，你上来。这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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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baby， 我们这个画面超奇怪的，好吗？看起来像我在欺负你。张 baby 咬了另外一半吗？可能没有这个东西，他都会直接吃掉。哟，好吃吗？怎么那么可爱？那 baby 要停了，剩下是我的。没有鼻涕，反正有点卡吗？妈咪说你不能吃太多哎，还要吗？还打嗝？你吃饱了是不是？你要吗？阿比，阿比，好吃吗？番茄小嘴是怎样？还要吗？不要了哈，我吃掉了。哈刘江，还要吗？不要吃我的手指头嘛！你分不清楚哪个是番茄，哪个是我的手指头吗？好了啦，好了，结束了，谢谢。一样丑，喂，
现在还流行的浪漫玫瑰。好了啦，你就不要吃给他看啊。我就要吃给他看。还要吗？最后一颗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，拜拜。可以了啦，脚都麻掉。好好笑，好了。口红都掉了。最近一直下雨，容易过敏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反正就是过敏，脚麻掉了，好痒啊！聪明的狗，对，我们下一次直播就是礼拜六了，下礼拜六，因为下礼拜要开学了。哎哎哎！它就是一只臭狗，不是那个痒，是麻掉的。后天不是后天，咻！广告吗？有这个广告吗？什么广告？咻！我的 iPad 给我。哎，我亲亲猪猪宝贝了。咻！被蚊子叮的广告有吗？念榜时间。西兰今天怎么没有来？第十名是夜空 sky， 是夜空 sky。第九名是修泽，谢谢修泽。第八名是杠，谢谢杠，还是底线。第七名是米酒，谢谢米酒。第六名是点，谢谢点。第五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四名是中影，谢谢中影。第三名是 Sparky， 谢谢 Sparky。第二名是代代，谢谢代代。第一名是孝贤，谢谢孝贤。好嘿。OK OK。偷马，我那偷马人，杠，去约会了。好了，谢谢你们今天陪我直播，然后，下次就是下礼拜六见，然后祝大家周末愉快。截图吗？这里。
竟然是花。送你们一个小汤圆。OK， 拜拜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嗯。